原标题：张靓颖今晚北京开唱，自曝右耳间歇性失聪，现场数度哽咽。张靓颖真香演唱会今晚北京启航。新京报彭子阳社，张靓颖演唱会以暗黑古堡风开场。新京报彭子阳社，新京报快讯，记者杨畅。暌违三年，张靓颖以最本真的方式开启2018真香世界巡回演唱会，首场北京今晚于凯迪拉克中心正式启航。在现场，张靓颖一连带来了《我们说好的》等多首经典歌曲，并向观众倾吐心声，称自己一直以来没有那么多好运气，大家叫了我这么多年海豚公主，但我其实从来没有公主命，很多时间我需要说服自己，我的阳光在哪里，我的快乐在哪里，所以每当遇到问题，我不会第一时间爆发情感，我需要音乐让我安静思考，接下来要往哪里去。演唱会开场，舞台上呈现出暗黑神秘、荆棘丛生的中世纪戏剧风格，张靓颖从顺流而下、 Fighting Shadows、 Fatty Vatos 等几首高难度歌曲开始，瞬间把观众的视线从现代穿越回中世纪的时空。而接下来深入人心的张氏情歌《如果爱下去》、《想你》、 0.01 分、《如果这就是爱情》等更引来全场大合唱。演唱会取名真相，张靓颖也动情分享了不少自己的真相故事。2008年或者2009年的时候，我的右边耳朵会间歇性听不见，刚才在唱 G 大调的悲伤时候我又听不到了，所以我很珍惜每一次在舞台上唱歌的机会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张靓颖的感情生活再次受到外界关注，在今晚演唱间隙她多次哽咽，有感而发。这两天彩排的过程，我有两种极端的感觉。今天凌晨我站在同样的位置，我想的是这是我人生最精彩的结束，但是刚才开场我躺在台上的时候听到你们的声音，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荣幸的继续。在唱完终于等到你之后，他也感恩歌迷，我并不想成为英雄，我只是想从唱歌中找到一些快乐，谢谢你们在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一直陪着我。作者